中午好，各见不友，我是桃子红木合伙人齐龙军老人。今天给大家木友介绍一款小型茶具。这个茶具是面店花的中国工艺，它的长度80公分，宽度45。这个的好处优越性是哪个地方啊？占地面积少。今年这个疫情啊，生意不好做，原先市场价1800，现在呀给大家放楼，连带茶具一切拿回都可以哦，放楼啊1500，这生意不好做。你看嘛，那个工艺那些全整的把它弄起，还有两个抽斗，下面还可以放茶叶，各位木友抽点烟，把烟也可以放在茶哦那个抽斗里面。这个在阳台上也可以用，哎，那个家里面有些啊，花园里面随手一架，两三个朋友就可以聊天了，喝上茶，感觉那个茶就美好哦。今天呢，但是由于几个月不开张了，思想情绪不太好，就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呀介绍到这里，希大家各家木友啊多多指点哦。我们那种你好的地方没说周到的地方，请大家谅解，谢谢大家观看。